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面。今天烟台好大哥恩哥给阿面点了一份霸王捞饭松茸鸡汤，花了110块钱。哇，大哥牛逼，天天在飞哥这里白嫖。今天呢，好大哥支持了，然后拿过来跟飞哥一起吃上那么一吃。飞哥那个鸡头啊，太烫了，我吃不了，我先吃这个，因为这个呢。点了有一段时间了，现在都凉了。喂我一口来啊！好喝，人间美味。大哥忘了跟你说了，大哥说不让你吃。怎么又一个？不什么情况？你就吃那个鸡头吧，好吧？你大哥等着，等我大哥给我点的，我大哥给我点的更好。你看着点吧，看今晚我直播的时候，你看我怎么说。哇，这么大的鲍鱼！阿龟，就这么一点儿，看不上。感谢我大哥，这个鲍鱼啊，这个鸡腿真好吃。阿龟，真好吃。阿龟，太鲜了，太好吃。哇，这个鸡腿。真好吃，飞哥做的真美味，真好吃。刚才热的时候我都没敢吃，兄弟们，这冬天我可怎么办呀？我这个嘴呀、啊，我不得不说一句，我这个飞哥这个手艺啊，真的是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好了，真的。我飞哥不去开个饭店，我都替飞哥感觉到难过，真的。哎，松软入味，人间一绝。好吃，兄弟们吃饱喝足了，感谢我的烟台好大哥恩哥，感谢哥今天破费了。OK， 本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